刚才又是琼斯的断球反击，完美的一次进攻。哦哦哦，小心小心！两个人的胳膊是缠到了一块儿，再来一个，基地的穿越式传球。 陈晨琪三分球，好球啊！赵静茹的确是他们是此前的三个赛季两次夺得了总冠军，一次夺得了亚军，那这是他们的第四个有可能会争夺冠军的赛季。琼斯的三分，今天就是琼斯的三分，哎，抢断了，这是一个四号位的抢断，漂亮！两个四号位之间的快攻配合。 谈判和大白，20分的分差。